Hello， 信伟，哎呦，信伟，嗨 ，Hello， 晚安，初风，晚安，尼哥，晚安，大家晚安，晚安，包子，谢谢，多谢蛋挞给英文盘 ，Hello， 导演好，导演个屁哟、哦，对啦，对啦，发了，今天发了影片呢。今天戴帽子好可爱，但是我的脸有点肿。其实我就没有，就是一个 feel， 就是有点想戴帽子，所以就戴了个帽子。对，今天没请林毅代班吗？我有请过林毅代班吗？只有他请我代班而已。嗯，里面有点小感伤，是歌曲的感觉。对啊，它是一首失恋歌哎，它是一首失恋歌，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前面有那个独白的部分，我就觉得那独白非常的好听，大家去听原本的，就是我那个影片后面有发他的歌名，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真的是很吸引。而且我一开始没有找到这首歌，然后我一开始是听到别人的 cover， 然后我就觉得哇，大家就，然后我就查了很多人的 cover， 那大家的 cover 都不太一样，就是。蛮有自己 feel 的，很好听哎、欸！我觉得我没有那些人 cover 的好听，但是，喂，这样，你的声音好听，谢谢。嗨，佑星，谢谢许愿平，谢谢信伟，谢谢花字精粹。Hello 威如 ，Hello 卡丘 ，Hello 柏林羊 ，Hello 杜武晚安 ，Leo 晚安 ，Hello 喵 ，Hello 七月。Hello， 老沙，晚安。谢谢小易的树枝，谢谢。谢谢初风的带你去流浪，谢谢。Hello， 玉安 ，Hello。今天好格子，我就很爱格子。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大家晚上好，晚安呢、啊。晚安，晚安。我没有播音乐。そうですね。谢谢颁奖的 Love， Hello Hello 易杰。好，我今天来说，放在后面。你的声音很有。很有识别，很好听，公演我都特别，真的吗？好开心，谢谢谢谢游戏 hero 的告白气球。昨天看到了很多人在排队，可惜没有遇到小新。看到好多人在排队，排什么队？看到好多人在排队，可惜没有遇到小新。昨天很多人在排队，排什么？谢谢。这是阿小的奇迹，好帅啊！谢啦，谢谢谢谢 Martin 的花之精粹跟 Yoshihiro 的告白气球，谢谢谢谢开心的数字啊啊，拼粉吗？三串吧。突然说排队，然后想说哪一部分？因为小青偷偷的做公关系。IG 的限动超有你的感觉，你的名字的感觉，差不多了，反正就是一个失恋的故事吧，分手的故事。妹妹昨天说你可以跟他抢棉被，我有看到，就是那个有人 tag 我直播的东西，然后我看完那个之后，我就去密。面面，我说你也太好笑了吧！你讲的很好笑哎。昨天有看到梦梦，但没有看到小新，真的假的？我一直在跟梦梦在一起哎，其实也没有啦，就是原本我跟他不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后来我有去找他，然后因为梦梦有要提前走，所以他走了之后，我又回到我原本的位置上面。所以你有被冷到吗？我应该没，我没有被冷到啦。其实那天我想说没有他讲的那么夸张，就是我不是完全没有棉被，他也没有抢我的棉被，他就是
它就是你想象一下，面面就是盖着被子，然后直接侧睡的话，它的被子不是会带到一些吗？然后我的状况就是我就是盖一半，就变成原本是盖好好的，然后可能就移过来了一点，然后我就想说这边有点没有，就我比较喜欢被子往内折，就是完全包覆到身体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因为它移走了一点点，所以就有一点点风走进来，所以我就想说为了让我就是有盖到被子，所以我都侧睡。侧睡的话就是原本这样子不是接触面比较少吗？被子，所以我就这样子睡的话，然后那个被子就可以盖回去，所以其实我也还是有盖到。小晴有看到 cover 大神的现场？有，我真的是真心鼓掌耶。晚安，大家晚安。很厉害耶，我有把它录下来用原相机，可是我也想说不知道，就是很酷耶。然后 Painkiller 跟 Fairy Temple 我也有偷拍了一下下，很帅。现在是抱着他睡，我没办法抱东西睡觉。五月继续开花花，大家有抢到票吗？今天开票耶。我觉得今天我荧幕看起来我的脸特别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知道，一定是因为这个。可是这个有点太低了。昨天。下个月可以继续看你的奇迹，买到了。这次抢票很那个，小晴这次公演的 MC 真的蛮好看，真的还不错，看谢谢。到底有什么不错看？不就是我的爆料大会吗？明明大家讲的，爸爸大家讲的时候就不是，明明就说是 Sakura 爆料大会，怎么到最后又变成我的呢？Hello 思豪 ，Hello 朱星丹 ，Hello 博翰。谢谢我来签到，谢谢。今天有睡前故事吗？可以啊。头目吧，我不要再往前了，我觉得这个这样子吧，不然的话感觉大家会，我的头会被切到。嗨，其实我原本我就是星期六是我们的 reset 公演，四月份的，然后四月份的就是有改 uni 曲嘛，但是。我想讲，就是一开始我们第一个 MC 的题目是，最深刻的梦境。我想说，其实这个是，就是我们的 MC 不是可以投票那个，不是投票，投稿那个 MC 题目吗？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呢，最深刻的梦，我想说。知道的人应该知道，我已经讲过我很多次我很最深刻的梦了。然后我也不止那个可怕的梦以外，我也还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很深刻的梦。有时候梦到一些不是也有跟你们讲吗？对，投稿。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讲一个就是大家都没有听过的，这样。本来应该是高塔，没有，不是不，我不会把那个讲，那个是我的小小的。那个讲完就算了，我才不会在那么大的场地讲那么长的故事。你们听到听过就听过啦，真的是那个是我阴影耶，真的是不会再讲。而且我真的不止那个就是可怕的梦，反正我还是有遇过很多可怕的梦，或者是印象很深刻的梦，有很多。谢谢阿德的跟我一起摇。然后其实我原本要讲的不是属羊的故事，但是属羊也是其中一个，就是。我后来就是我在上场前一天，我改成属羊，就是我想说还是跟大家分享属羊的故事。但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原本准备的一个蛮深刻的梦，蛮印象深刻的梦，但是其实它也没有特别好笑，就是我觉得蛮蠢的。原本是就我有梦过一个是我曾经。就是我看起来就我，大家知道我的有一个小梦想，就是我很想要学会后空翻，对，这是在我的人生愿望清单里面占其中一行，就是我很想要就是
学会后空翻，就一些特技什么之类的，就觉得很帅这样。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就梦到我穿的超街头，比这个还街头，虽然这个我觉得应该有街头到啊，反正就戴个毛帽什么之类的，然后超街头，然后短裤，然后就溜着滑板，然后做了超多什么特技的动作这样子。对，然后就超酷的，超帅。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超帅，然后直接有一条小巷，我就直接踩着那个滑板就这样冲出去，然后做了几个后空翻什么，噗噗噗噗，然后最后就直接冲出了一片光明，然后就停下来了。然后停下来那一刻呢，全世界都在为我鼓掌。然后我的样子呢，我跟你们说，我的样子就是。然后鼓完掌之后我就继续我就把它放下来，然后就继续滑嘛，然后滑踩上去的一瞬间我就整个大滑倒。然后整个大滑，然后而且因为我的脸是超级，然后我就滑倒，然后我就醒过来了，然后我就觉得超蠢的，我怎么会做这种梦。然后我醒来，我就是第一，我忘记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就是蠢梦，但是就是醒来的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这也太蠢了吧！就是我真的是出口，直接醒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好蠢。然后我还去洗手间去梳洗，一边梳洗一边觉得就是很好笑。有些梦真的是我会到刷牙那一瞬间我还在笑，就是。什么梦？本来想讲这个，可是就是羊那个也蛮好笑，就是一直在想，好白痴。但我还是很厉害的，我还是做了几个比较厉害的特技动作，对不对？总有一天我还是可以学会后空翻的。其实我已经成功过一次前空翻了，大家。在玩那个弹窗的时候，虽然它没有播出来，下次有机会我再放那个，因为我们经纪姐姐有帮我们录下来，我给你们看我超丑的前空翻，但是我还是成功了前空翻。谢谢蛋挞的花子精粹，小婷晚安，刚考完试回来，辛苦了关羽，辛苦了辛苦了，可能跟奇迹帅完才到一百滑倒，我不会，可是我跟你们说，就是奇迹呢很累的一首歌，因为它其实很多跳跃就是律动嘛，然后衣服很重，特别是因为不是有这种动作嘛，然后一百它是蛮长的，所以有点就是重，然后还要唱歌嘛。谢谢冠宇的玫瑰，谢谢。然后还要唱歌嘛，然后还要担心那个帽子，等下会不会失败什么之类的嘛。然后我要讲什么？然后一百还很重。然后我忘记是谁跟我说，是易云跟我说吗？他说小晴，你记得小心那个，不要踩到一百。因为就很就是一云有一六多，但我才158，然后那个就真的蛮长的，我就很怕会踩到，就是身高的祸，大家懂吗？琪琪的衣服很帅，我也觉得很帅。其实没有，我真的是没有特别喜爱那个衣服，但是我觉得穿上去真的是蛮帅的啦。应该如果我再身高再高一点的话呢，对，就是比你们想象中，因为而且 center 红色嘛，然后它超多配件，就是还有那个毛，还有那件衣服那个外套。但我因为我想要，我不想要就是太就是我跳，怎么说，我喜欢唱跳到一个平衡点。我不知道大家，我自己是觉得我唱歌应该蛮大声的吧，应该有听到吧。都 solo 了，就是都没有人盖住，应该听到我的声音吧？对，那我唱的怎么样？难怪奇迹 C 位的人都比较有吗？没有吧？有吗？是吗？比较高吗？好像是，我最矮，我历代最矮，真的，我没有160哎。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就是不是说听不听得到，是对，听不听得到，有时候音乐很大声嘛，然后还有就是还不错吧，哈，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啦，只是就是稳的意思是不会很抖，然后也唱的还不错嘛。对 ，Hello 空空，我自己是觉得很辛苦啦，那首歌真的蛮累的，唱那首歌。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还不错，下次会更好，因为这次我真的是超级紧张。奇迹那首真的是看到效果，唱的好不好？好不好啦，就这样。唱的好不好啦，就这样。可是很完美的演出。你们唱的更清楚了，我没有用心唱。可是其实每次都会就是微调一下了，毕竟还有那个彩排，就是我们如果觉得声音不够的话，也会跟那边调整。不过每次现场就是总是会有一点不一样嘛，就是看情况。对，期待五月我会更好，而且有人发现我帽子戴，就是我这是抛太高，还是反正前面有一点小慌张，因为可能紧张吧，然后就抛的没有很好。对，我先，对我还不错啦，其实。你在形容你的紧张感，但我觉得换衣服也赶不及，那个就是正常，正常发挥，前面都是奇迹，没事了。可是没有不匆不忙，反正有换到就好，这就是专业，没有了。对，对啊，就带歪了。我觉得完美的街道就很厉害了，因为我抛很高，我这次抛蛮高的。下个月会更稳。对，帽子怕有没有？帽子怕就是抛太高，然后接回来花了点时间，因为那个它在空中的时间停留的太久。对，然后我后来有点慌掉，衣服后面也是不是歪了？没有歪吧？有时候艺人都不敢抛，不是艺人不是不敢抛太高，是他不太会操控，他不太会抛帽子，他其他都很好，就是他自己本身没有很擅长抛帽子。对，派对里的，我以为你们会觉得很酷，就是我把帽子传给林雨昕那一趴，我觉得那趴超帅的，然后他接的，然后就觉得很好笑。我因为我每次因为是累积接我的帽子，然后那个帽子他要帮我戴上去，然后他帮我戴上去的时候，他每次都笑，然后我也在笑，因为我就觉得可是我笑的点跟他笑的点，哦，我跟他笑的点是一样的，但是我一开始误会他笑的点是另外一个，就是他就我们会对视，然后笑，然后呢，他就是，然后我们就站起来，不是就跳那个舞吗？然后为什么我会笑呢？因为那个地方他帮我戴好帽子之后，其实还有两三拍左右吧，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有点空，反正我们就会对视一下什么之类的，就可能做点什么，但是也没做点什么，所以就蛮好笑的。然后另外一个很好笑的就是，因为他的高跟鞋很高。然后我站在后面就整个被挡住，因为我又很矮，就是他本来就已经比我高了，然后他的高跟鞋还那么高，我就觉得那边跳那个舞，我就想说，你什么都看不到，很好笑，就这样。但是又要帅帅的，所以我应该，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应该没有笑得很明显，对，就是我刚才跳舞的那一 part， 我应该没有笑得很明显，但我是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每次都，就算今天我们没有穿那个衣服在彩排，我都还是看不到前面。谢谢，谢谢开心的枫叶。可恶，我也会长高啊！希望下次可以正面看。希望，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你们这个王子公子是最萌身高，不是最萌身高，他是旁边诗雨跟布丁吧。今日晚餐食咗乜？食咗盐水鸡。谢谢阿福的玫瑰，还有陈恩的掌声鼓励，谢谢。如此这般，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么喜欢我的奇迹，虽然我也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没有表现得很好，但是就是普通，就是所以我答应你们下次会更好，对。可是真的蛮开心的奇迹，嗯，除了 vocal 跟唱跟跳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有点辛苦。跳奇迹有什么心得吗？跳奇迹就是我一开始很担心，帅气感完全有吗？对，就是我很担心，因为毕竟我的上一次还没有洗牌之前是艺云跳嘛，艺云就很会跳舞啊，然后就是一定要跳得比他好，这样子。就是我会有这种压力，就是一定要跳得比较好，他就是就算不是比他好，就是另一种精彩的程度，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啊还是叶云跳得比较好啊那种小感觉。但也不是说要赢什么之类的，就是有一种也不能就是让大家觉得无聊嘛，就是表演什么之类的，哈哈。对，然后叶云就是其实我们每一组都是这样子，对，我们不能比上次，就是一定要比上次精彩，这样才有看头嘛，对不对？哎，我因为而且我还看了制服，我就觉得制服好好，就是制服也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我就觉得哇，换一个洗牌就有那么大的感觉，那我也不能，就是一定要做得更好，对。然后呢，所以就有给自己一点压力，然后。就是还蛮开心做的，你们的反应还不错，就是你们还觉得还不错的话，我就更加加油这样子。而且很难得的，因为分享一下而已，就是很难得很久没有被老师称赞，然后老师说我还有点帅，就是然后是因为穿了那件衣服还是怎么样，就觉得小金今天还蛮帅的，激动想哭。谢谢 Fly 的玫瑰。那发型要夹很久吗？你说我的卷发吗？而且很容易掉，因为我还会出汗，出汗很，就是流汗很，就是会，我流汗，我很容易流汗，所以就是。很麻烦，头发就有点那个。麦克风插到腰那边也超帅的。其实最期待小心跳王子啊，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今天的刘海很棒。你说现在吗？因为我刚洗完澡，然后再化妆，然后等下再卸妆。以后我也要跟逸云一样称霸那个帽子。还有什么？还有一云零一小晴称霸帽子团，谢谢，多谢阿勤的幸运四叶草。谢谢大家，很开心。还有就是这次有跳亲吻，但是其实亲吻也是带位置的，对，原本是小慧的位置，对，原本我可以摆脱亲吻。也不用摆脱了，还亲吻还是蛮开心的。这是什么帽子的锦标赛？对，然后亲吻就是换了一个站位，然后换了一个站位就是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你会跟前面的那个位置有点，因为我们是对称的，所以就是有时候会转不过来，就是已经习惯是这边了，结果我要换成这边这样。
清吻跟晨晨一起的怕变多了的感觉，就是虽然是晨晨换到了 C 位，然后我也是代位，然后但是就是还是跟晨晨一起跳的感觉，啊、喜欢高彦晨啊，谢谢逸晨的比心，看谁先收集到五首这样，清吻就是很开心，谢谢老沙的比心。因为亲吻是奇迹的下面一首歌，所以只有一首歌时间换衣服，然后快速换装，所以就是超级赶，时间超级赶。谢谢瑞和的比心，谢谢中银的玫瑰，大家看得开心就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沙块好像也蛮不错的啊，然后也谢谢妮妮跟面面代役。对，虽然就是安可跟拼图就是沙块啦上场，就有点小空虚，但还是很开心的。我今天脸好肿哦，看到自己我都觉得自己很胖了，怎么会这样子？很快又可以看五月的公演了、啊，因为其实公演这次四月跟五月真的隔得很快，隔了两个礼拜而已，就是两个礼拜就可以再见到我们了，有吗？我的错觉吗？真的是为什么胖一点？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吧。哦，也可以算是三个礼拜了，还是一直动。多谢阿肯的许愿瓶，有比较短一点，之前都是一个月，对。但实际上见不到你，时间都变。哎呀，有人就是安可曲不看，就说是不是就是想要来见我，但是安可曲没有看就走了。嗯。公审，公开处刑。再见了，新伟。一样可爱，抓到。等存了3000，一次看三场，也是可以。Hello， 综合喵喵，谢谢老沙的续费，谢谢。我觉得我很期待，就是下一次公演有更多，就是大家会看到更酷的表演。谢谢中银的守护灵，我是觉得 reset 就是有很多，还有很多需要就是在加油挑战的东西。好像虽然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歌曲都一样，大家会不会腻，或者是其实到底有什么变化？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多。就是跳了一次，看一次，我就觉得啊这边不好，这边那边不好，然后下一次就会想要改过来。所以如果就是没有一直这样子的话，感觉就是会有一些不甘心的地方，例如我的帽子啊，不是帽子啊，就是那个头饰，那个独自做头饰，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可以完完整整的、很舒服的戴着那个粉红色的？那个独自入的头饰带完那三首歌，不觉得很累？我觉得一定有些人会看到，哎、欸，怎么这次怎么一出来，小晴好像就已经没有戴头饰了？没有，我有戴上去，它掉了。有人看到我拆掉它的那瞬间吗？我也很无奈，就是怎么又没夹好？是一定会碰到，是不是？嗯，可能要用胶粘了。是你把它拿，因为它已经掉下来了，我一定要把它拿掉。它已经掉下来了，对，头发太滑嘛，因为我就只有一根，对，我只有那一根。这是什么时候才可以？上次也是，上次好像没有掉下来，可是上次也是
咻咻咻晃来晃去。然后再上一次的话，就是再上一次就是就是它掉下来了，快掉下来了，小心头发太软。没有，那是一个非常，我也不知道这次真的是掉得特别快，因为我不知道有几个动作不小心撞到它，然后它就，其实我已经用夹子固定了，但是因为我不小心撞到它，平常没有碰到它就还好，但是就是跳一跳，然后它掉下来就算了，但因为这次我碰到它，所以它就歪了，然后歪了之后它就整个快要掉下来，所以我在它掉下来之前，我先把它自己拿下来这样。妆法是没有，就是我头发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头发问题吧，因为就是老师已经帮我夹好，就是我们就是还是掉下来了，就是一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啦，没关系，总有一天它会变乖的，等我习惯，就跟我的发型一样，我也在习惯怎么把它弄好看一点。面面起床的脸有很凶啊？不会啊，至少不要因为太在意头饰，倒是还好，因为我是专业的，没有啦，开玩笑。这次周围都是教徒越来越多啦，耶、yeah! ，好开心！之后都把你们一个一个吊起来，扩大我们的教徒，扩大我们的告白教。在哪里？我怎么没发现？没发现什么？头饰吗？教徒吗？教徒吗？我那边很多。想样。教徒们就是。有很多隐性教徒跟显性教徒都在你的附近，其实他们不说，但其实坐在你旁边的都是教徒。这次小晴的应援扇也卖光了，隐性教徒跟显性教徒开心。而且这次是换了照片啊、是吗？好像也不是，反正这次就是新的应援扇，我觉得蛮好看的。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谢谢都大家看跟麦克风麦，谢谢阿肯。四单啊，对，上一次是什么、啊？上一次我忘记上一次是什么，上一次卖的是什么？就是上一次上一个扇子的设计是什么？我怎么记得也是四单，还是不是？还是三单？谢谢蛋塔的爱的小熊，谢谢小易的树枝，上次还是三单哦，那真的是那个嘞，对。不然我都习惯性的看到三单的那个扇子，好开心。单单。四单扇量很少的样子，这次也不是直接用共识照，觉得有用心，可能其他照片也拍得蛮好看的，所以就要用一下这样。你又来把咩计划？唔讲得，悲嘛。这礼拜就是直播，跟你们见面的话就是直播。夏季三单四单，小心喜欢哪一个？
现在我觉得有更新哎、欸，就是可能越出新的，我就越喜欢新的吧。四单蛮好看的，四单蛮好看的，对，不知道，看起来很绵羊哎，我看起来超温驯吗？温纯，我的共事照，我的四单的照片看起来都超级温纯温驯吗？喜新厌旧了，温驯吧？对，你什么时候不温驯了？揣摩制服的时候，不喜欢马尾的自己，现在绑不起来马尾，我只能绑就超小，而且现在头发又变长了，好开心哦！我现在要慢慢的留长，没有啦。你有胸的时候吗？当然有啊。现在公司照要尝试一下帅气的风格，哪一种？哪一种？那怎么样才叫帅气的风格？一只姻缘上都没有的我，你可以叫别人代购。温顺，像是奇迹的那种帅啊！你说我的公式照吗？看照片拍的怎么样？这次公演虽然是小型的爆料大会，可以放在其他地方耶，真是那么爱，就是真的是那么爱我。我本来的结语是这个哦，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对我的爱戴，就是哇哦，你们这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关心我呢，看到我做了什么都要笑一下。偷笑的部分吗？真是好爱大家哟。有没有？我有没有变得比较 real 一点了？好好笑，可是也不是。谢谢大家看个包萌萌。头目已经是英主的传染源啊！谢谢 CKO 的戳戳你，谢谢。是我的网络不好吗？可能是我的网络不好，应该有好回来吧？顺了。感觉布丁也慢慢的被教主感染了，哪有，自己管好自己，都跟我无关，不要什么都怪在我的头上。而且我是非常的，我是组长呢，我可是就是对，可是我最近忘东忘西，好像有点严重，发生什么事情，跟手机有仇。反正，然后好像很多人就建议我去买一条绳子，把它挂在这里。把我的手机挂在我的，但是啊，现在也在，就是也是挂着手机。然后工作人员姐姐们都有挂着手机，感觉我也是需要挂着手机。但只是手机留着，是啊，也有类似的故事。那你要很多条绳子，就是把手机、钱包、悠游卡全部都挂着，这样。谢谢怀怀的续费。钱包、手机都没带，能在这丛林生存很厉害。大家请不要再科技冷漠了，知道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
美好的地方，像我们走路的时候啊，就不一定要滑手机，大家可以抬抬头看一下今天的天空，真的是特别漂亮。大家今天有出去走走吗？今天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忘记抬头看天空啊？今天的天空特别美丽呢。以后该不会再哦？有一次我在，反正我在，好像在。反正我在用手机，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手机在哪，可是这个应该不是只有我会发生的情况吧，大家都会偶尔忘记一下眼镜在哪里啊，手机在哪里，这样结果是哪子这样。对吧，说不定就跟成员擦身而过呢。对呀，对吧。嗯，想到我跟阿小在看的是同一张天，想到我和阿小看的是同一片天空，就好开心。やっぱりこの空は続いてる。推荐你一首歌，《早安少女组》。若いだし。写一张联络电话号码挂着，可以走失可以通知家人，没关系，只要有捷运站，我都不会走失。只要附近有捷运站，就都没事。上次不就整整不见手机三个小时，你就断钩了。我有走过路上，以为钱包掉了，结果是根本没有带出门的经验啊！我通常找不到手机，找不到东西，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会不会没带，然后我都会相信我是没带，然后回家找不到就是怎么办？真的不见了吗？但可能有一天就会找出来了。多亏了捷运直达吗？也没也有帮助，有。可是我觉得捷运直达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来到那个，就是例如说想吃可丽饼，你想要的话想要去哪里，然后我就会记得哦，捷运的时候有去过哪个景点啊，就可以推荐给他这样看这样。因为我本来就很。可是怎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离开家一定要点满的技能，就是你要懂得看地图啊，不然的话你自己一个人在就是不在熟悉的地方，你要怎么走呢？你还是要会，对，所以我来台湾的时候我已经点好这个技能了，嗯。昨天姐姐知道。够捷运直达上了柯文哲的 YouTube， 是因为那个吗？广告，那个捷运的吗？我也曾经被钱包忘在你的钱包忘记在火车站，还好有碰到善心人士，不然真的要吃痛。小心方向感应该不差吧？普通。可说差可说不差这样子。哦，你是说那个 app， 那个 app 不是叫运购啦。昨天活动赶回家忘记绕去吃冰淇淋，只能等下个月，没关系，那个冰淇淋店不急。台北捷运购啦。我的话我会迷路，我其实方向感没有很好，但是给我看地图我就会走这样子。聊到组长爆料这题目是谁决定的嘛，就是反正那一天我们在讨论 MC 要讲什么，主题要讲什么的时候，那天就是我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钱包那一天，然后就忘记是谁，好像零一还是反正是谁，就说刘小晴有一大堆东西可以让我们讲，然后说还是就来讲刘小晴的城市好，我说这样不好吧，啊不是 Sakura 的 MC， 你们就讲 Sakura 好，那就 Sakura 什么的，反正他们聊了十分，真的有十分钟什么的，然后一直在讲我的事情，然后玉允还在笑，就抽哇，好像是抽到哪个，不是，好像不是我的事情，反正就抽到一个玉允的笑点，然后玉允就笑很久，然后就很好笑，然后对，然后后来我就说不要爆料我们就是好，那就来爆料 Sakura 的这样。
昨天结束跟某人去吃冰淇淋，结果我迷路了好久才到。Google Map 可以帮助你哦。小婷是不是没有很喜欢当主角？也没有吧，就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我还是很开心的啦，对，证明大家很爱我，大家都很喜欢我，时时刻刻的关注着我。不过手机有找到就好，不会啦，手机比较不会弄丢。但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有试过把一只手机弄丢，大概是我国中的时候。然后香港有一个交通工具叫小巴，就有点像公车，但是座位比较少，但而且就是可能路线比较短吧，不知道，好像是，反正小巴这样。然后就是。通常我觉得，因为小巴是那种要跟大部分就是没有那种按就停那种，就是有时候会跟要跟司机说司机前面要下这样子，就我就觉得那时候还小就比较不敢讲嘛，台湾有小巴哦，好，那就比较不敢讲嘛，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搭小巴，但是有些地方呢就只有小巴才可以到，所以呢我就很少去搭。然后有一次我搭了之后，好像手机放在口袋，外套的口袋，然后 外套是打开的，所以就是那个外套口袋比较浅一点，然后它就掉了，好像是，反正我下车的时候发现手机不见了，然后就想说，哦，那应该是掉在小巴，可是那小巴已经不见了，然后我就等，然后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所以就想说，可能就消失了吧。谢谢阿光的 love。 哦，对对，就跟那个很像，那个我们都怎么叫啊，那个我都忘记怎么叫。小学第一次搭公车，不敢跟公车长、司机说要下车，然后就一路坐到总站，好可爱哦。可是我也会这样，所以我比较喜欢就是公车会有按铃的那种。反正香港的公就是双层巴士啊，都一定会有那个叮咚，所以就而且它每站都会停，大部分吧，除非真的是就是一些感觉就是。没有人的话，他可能会走，但大部分都会每一站都会停，所以就不怕。如果是坐双层巴士的，这个可以关掉。可以长那么可爱，怎么可以一直忘东忘西呢？请大家成为我的大脑。谢谢信伟的告白气球。还好要到地方，一般都是等别人叫下。我以前搭小巴的时候都是这样，就希望前面有人。会喊这样，我现在就不怕了，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大家。Hello， 杨公公，我现在已经成年了，所以我不会尴尬。谢谢中影的小浪花。突然解开我的帽子，谢谢心愿，谢谢。等到最后一刻又不会给司机骂，所以先出手。谢谢大家。好啦，差不多我们的 reset 话题。谢谢阿德的戳戳你，我们今天到10:30。
然后我啊，我去，我刚刚自己弄到我自己的手指。我们今天要讲故事吗？因为我下次可能会改直播时间，可能你们要留意一下。因为原本我是星期四晚上直播，但是呢，我那天好像现在有事情了，所以可能会改时间，大家可能就会变成中午，对，可能会变成中午。就是在侧边有看到笑容满满的小青，觉得很甜。对，所以可能会改时间。然后我就在想说，今天要不要先讲？中午的话只好放弃。上班加油！改时间就不能看了。唉，没办法，没办法。都在阿肯给刷机。花之精粹，难得中午，对啊，蛮难得的，就是你们尽量。对，然后今天也只能到10:30，还是我来唱歌。我现在今天也是有一种唱歌的气氛。剩半小时，现在中午要不要来个小青唱歌大会？中午是2小时吗？看情况，应该是，除非不是星期四或星期五。到底阿肯给告白黑卡，告白气球挂号星。谢谢信维的麦克风。周四中午准时到，好哦，好哦，好，好哦，不不不，今天突然不知道要讲些什么。因为今天头好帅，因为我刚洗完头，你闻到吗？我的那个洗发精的味道，很香。可以跟大家啊，不能讲牌子，可恶，红色的洗发精。小青可以祝你生日快乐吗？可以，生日快乐。是博红吗？那个是念红吗？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好好的，爱的熊抱。没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红色的太多 ，Hello， 10点钟，红色的很多吗？没有，英文字母红色的，那个真的很香。帽子不见了，帽子在这，要戴帽子吗？这个帽子就是一个街头感，大家懂吗？就是，说不定我自己是蛮喜欢装帅的。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因为哦，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好了，上榜了哦哦，哎、欸，我是潜力小时榜第一名哎耶、！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晴，闪亮闪亮。哎呀，我刚刚戳到手指，到现在还在痛，白痴，我真的是很白痴。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但我觉得我也不确定啦，然后。哦、oh, ，对，我还可以跟你们讲之前还想要跟你们讲的一个小秘密吗？首先，一就是，反正有一次大家知道插帕吗？就是
滴滴五二，我认在滴滴五二这个节目里面，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嘛。然后，我跟梦梦、Doris、雨桐、慧宇，就是有比较常一起玩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梦梦就跟我说，就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说，就是问他们你觉得就是我怎么样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梦梦就跟我说。就是感觉你好像就是他说我给他一个感觉就是我好像很想要装帅，其实你是不是想要走帅气路线？我说，哦，是哦，好像有一点，哦，好像是哦，这样子。所以其实说不定我潜意识里面真的是对装帅这件事情非常的有兴趣吧。就很开心，然后还有谁面面哦？因为是面面吗？我忘记是好像是面面，反正因为我偶尔去就很爱就是给他看影片，就是我很乐于就是推安利我喜欢的东西给别人这样子，然后。我就给他看了很多早安少女组的影片，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 Killing Park 什么之类的，哇，这个镜头太帅了吧！你看左右右手哦，你看小田怎么那么会，就是一直给他看早安的影片之后，他就跟我说，哦，因为我想说你喜欢的类型就是那种，就是很，因为你知道早安的现场就是哦，谢谢大家看。就是很炸嘛，然后他想说，我以为你就是很喜欢这种。就是你也想要走这种类型，就是你喜欢的感觉是这样子。我说，哦，好像是，好像是。然后我后来就，因为我一直觉得啊，可是我先说我平常听的曲风，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听很甜的那种歌，是真的。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女生的人，对，我的衣柜里面好像没什么帅气的衣服这样。然后，但是我好像蛮想装帅的，就是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跳奇迹真的是很开心哎！谢谢信伟的麦克风。对，然后我要跟你们讲另外一个小秘密，就是一月的时候，二月吧，没有一月，一月二月的时候差不多就听说了要洗牌嘛，好像是二月，差不多听说要洗牌，然后就在练习。本来的 reset 的同时，然后就是也有在练一下新的 unit 曲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要跳什么，只是你们不知道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即将和我相恋的他，妈，我这只手指也太短了吧！然后我就觉得我手指超短的，怎么会就是怎么可以那么短？就是。比较一下哈，虽然是跟原子族比是没什么好比的，就是原子族本来就是比较高一点嘛，可是就是如果我再侧一点点的话根本是看不到哎、欸、即将和我相恋的他，然后我就每次都就是你懂吗，就是我会伸直这样看起来比较长一点，大家有懂吗？对，就是我很在意的一件事情。话说我的手指甲好像流血啊！怎么这样？好白痴哦 ！Hello， 晚兄，这很，就我很在意。本来是有点小，就是好像是因为是这样子下去嘛，你就很想要弯弯的，看起来很小，所以我都好就是这样。期待你们下次，你就可以看一下我多用力的。拼出这个东西，即将和我相恋的他。可是我的头不是头，我的手是我妈说是细长的，很适合弹钢琴。可是就是手指有点短，有差那么多吗？算小了，手算小了。再看自己小指的再去手。看点在这里嘛，看点在小青的唱功，没有啦，我不知道看点在哪，看点在帽子吧，我不知道哎、欸，奇迹这首歌整首歌都很好听哎、欸，跟
为什么偶像的手指看起来那么长？不愧是偶像。可是我看起来很长吗？我的手太小了，看起来我的脸很像很大。看公安太长，还是好，没关系，我有自信，我有自信，我唱的还不错，你们可以听，我有自信。对，虽然就是，虽然我跟你说彩排的时候没有很好听，但正式我不知道哎，要等反省会的时候才知道，要看一下，还没有看。你们觉得呢？应该是还不错吧。要唱一下才知道，不是现在就是唱跳跟唱是不一样的，大家。唱跳跟唱是不一样的。好啦，没事，下次就知道啦。下次我一定会比这次更帅，因为我真的是有够紧张，就是我为了啊。好，也是，就是我想说，不是很多人想要看 Reset 的 Vlog 吗？其实我有拍耶，这次我想说大家好像有想要看 Vlog， 但是你知道 Reset 真的很难拍 Vlog， 然后我就尽力的看看，然后我看到我现在在剪，我最近在剪影片，但是就是还。公演的内容蛮有点没内容，因为我真的是实在是没有时间去打开手机，我在剪了，还要上字幕。对，你们就是我剪了有大概八分钟，但是你们觉得要分上下集，你们会比较喜欢看上下集，还就是也不是上下集，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呢，还是一次八分钟啊？九分钟，应该有九分钟，就问一下。对，主要是后台耍废去这个，要放 IGTV 没有？应该吧。八分钟很长哎，就有些人会觉得，可以放长一点，就是他想要看更多内容，但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内容很无聊的话，就看不下去。一次看完吗？比较好办。好，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一日职人体验吗？有啊，这感觉很有趣。我考虑一下，听到你们的意见了，我会参考你们的意见的。啊，至于我是放上下集还是怎么样，就看情况。然后我还没有剪好，所以。大概要再等一下，会在我还要就是检查一下内容，对。然后呢，反正我那天我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紧张，四月公演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前一天我就想说我早点睡，我十二点，因为各种原因，反正还要练习什么的，然后又去我要干嘛来着？反正我那天很晚回家，然后没有，我已经算早回家了。然后我洗澡，然后准备明天的东西什么的。然后我就洗完澡之后，我就决定我要早睡觉。前一天，因为 Unich 吧，我觉得应该是 Unich， 我就是蛮紧张。而且因为 Sakura 的情况是在于，其实我们很多很多跟动，就很常有跟动，就是比较不幸啦。然后。就是我会紧张，我这次特别紧张，我不知道是特别紧张还是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反正都会睡不着嘛，那我就早点睡。然后我就十二点多就睡了，然后因为明天很早起嘛，就是我不喜欢没有就是睡不够这样。啊，真的吗？谢谢。然后呢，我跟你们说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知道我明天要很早起，我应该要七点，我应该要六点半起来，因为我喜欢就是不是不喜欢喜不喜欢的问题，就是反正要准备嘛，出门前还是要准备嘛，就多留一点时间。我要六点半起床，还是七点，反正我就调了六点半的闹钟，但是我居然睡不着，大家。
我 reset 公演前一天我睡不着，然后我是闭上眼睛的咯，我闭上眼睛了，但是实在是睡不着，我那天没有睡觉。你是觉得很可怕吗？我那天很紧张哎，就是越是睡不着，我就越害怕，就是我想说，怎么办？怎么还没有睡着啊？然后想说，怎么还没有睡着？然后我直接看日出哎，我就看着那个窗外，我就闭上眼睛，然后张开眼睛，闭上眼睛，张开眼睛，没有，其实我已经闭了三个小时，然后我的脑袋还是清醒的，所以我就起床滑了一下手机，然后我就想说，好，真的要睡咯，三点半咯，要睡咯，然后我就在睡，然后还是睡不着，四点半继续啊，好，再滑一下手机，然后再滑一下手机，再放下，然后天就亮了，然后天亮我还没有睡着，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刘小晴，你六点半要起床，你怎么还睡不着？然后我就把闹钟调到6:45。我就把闹钟调到6:45之后，我想睡，好，然后好像有快要睡着的迹象，但是感觉要睡着的时候，闹钟就响了。我有数羊，然后我也有听著名音乐，然后我也有听朗诵，对，就是都做过了，但是好像就没有。但我跟你们说，我有休息，我不是没有，我没有睡着，可以打电话给面，不要打扰人家睡觉。中间没有，因为我其实知道我自己睡不着，是我三点半起床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放弃，我就觉得，因为我闭上眼睛三个小时了，我12:30闭上眼睛，然后我真的睡不着，我想说，我知道我自己睡不着，但是我还是闭上眼睛休息。我觉得我的身体有得到休息，但我的精神没有休息，这样子。没有休息到，所以我就这样，对，我就觉得很厉害，这是什么经验？然后我那天就很累，很累，很累。然后到后台，就是我们，就是后台准备，差不多准备要上场前的那段时间，就是准备妆发哈。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想说赶快吃个便当，然后我再睡一会儿，然后就大概睡了。也没有睡着，但是我觉得有效，嗯，反正我上台的时候是精神的，我以为我会很累，但是也没有，因为我在想说我的身体应该有得到休息，对，但是就是那天没睡，然后我跟你们说这个很酷的事情，然后反正跳完之后就很精神嘛，然后而且我这场真的是我觉得4月份表现的还可以，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是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没有做到什么让自己觉得啊自己好可惜的地方，就是有做得更好，但当然有做得更好，就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还蛮顺利的。然后结束之后，因为01妈妈邀请我去吃肉，然后我就去她家，然后她直播，然后我也跟着，然后也没睡觉，然后一直到晚上12点回到家，然后因为明天还有一些事情，对，然后我就要准备，我就要还是要准备，那我又2点才睡，所以我是40个小时没有睡觉，对，我想说我也太累了吧，可是人家请我吃肉，我都可以，对，我那天晚上，可是我那个你知道吗？就是我这。然后第二天 reset 公演结束，就是真的很累，就是很想要睡觉，非常睡觉。有报复性暴睡吗？没有哎，因为第二天我要去拼粉，要看去看，就是亲爱的拼粉们，那个是一点的活动，所以我还是要早起。我就觉得好累，但我还是很开心。对，所以现在才那么肿，一定是酱。怎么今天那么肿？谢谢带我走，是个小故事啦。但我没有，就是我没有精神不好，就早上早起的时候有点累，而且那个心情非常的郁闷，你懂吗？就是那个无奈感，就是怎么可以没有睡着？就是我这个这么
注重睡眠品质的人，居然没有睡着。今天看起来还是很有精神，因为昨天有睡好。谢谢品贤的追踪，你好。真的很郁闷哎，对，怎么可以这样？对，所以我要好好，就是请大家好好睡觉，好好睡觉才有好精神。对，还不错了，还可以。好，大概就是这个小故事。对，反正我 vlog 应该也看不出来，但是我跟你们说，我 vlog 拍了我前一天就是准备要睡觉的画面，就知道我做好了所有，做好了万分的准备，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很紧张，我超紧张，然后我已经做好万分的准备，好，我要睡觉了。我今天，而且我还特意的为自己准备脱单，我就说我要早睡，就是不要搞那么久，然后就早睡，早点睡，明天一定要精神好好的迎接我的挑战啊！结果就 ，yes， 没睡到。谢谢好孩的比心跟开心的小浪花。对，大家记得，记得要注意你们的睡眠品质，很重要。可是跳舞的那瞬间就忘记了，就是不会记得自己什么睡不睡觉。以上。哦，然后我再讲一下，谢谢信伟的戳戳你。小晴对 cover 大神的彭董翻有什么建议？那个很厉害啊，我觉得非常的有亮点，而且就是我觉得很厉害，我也可以做到。可是我比较擅长，他是前滚翻吗？我也蛮擅长前滚翻的。享受当下舞台的感觉，什么都没事，而且就是很，因为真的是 reset 公演，就是一个很紧凑的公演，可能因为我们就是人数也比较少一点，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紧密，就是所有东西就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就是聊天啊，或者是说什么之类的，就没有时间让你一直在想说我没有睡觉什么的，努力做好当下要做好的事情，享受当下的舞台。对，参加小晴的公演，完全都不会觉得累，上班不到五分钟就累爆，那你就要想着，就是小晴为你加油，你就可以再撑久一点。可以的，上班也可以很开心。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那个今天不是发了影片吗？就是突然想，也不是，其实我录了蛮久，但是上个礼拜剪好的，因为突然想要，不是想要剪影片，就是突然就很着迷这首歌，然后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什么的，然后就很想做影片。然后呢，但是我跟你们说，就是我很想做这个影片，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拍什么。之后因为我跟你们说，那个素材，就是我素材超级严重不够，我在想说我拍那么多影片到底是怎样，就是我怎么都没有拍一些比较有用的影片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很爱用，如果是那种，就是我有分两种影片嘛，一种是小晴很爱拍很好笑的 vlog， 放一些很好笑的字幕这样子，例如大家可以看 Unisakura 之旅，对，就是那系列都蛮好笑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Koha Camera 嘛， Koha Camera 就是比较刘小晴爱就是装一下这样子。但是我就很喜欢用一些没有人的画面来做过场，对，就是可能就是一直都有人样的话好像有点，就是没有那么，就是不太会拍啦。然后就是我爱拍一些风景照，然后就存着以后可能拿来当素材。
然后我最近就没拍什么，所以全部是旧的。大家看到的樱花是那个东湖站的樱花，然后我就还有那个宿舍的窗户，宿舍的窗帘也是拍了很久，想要以后用的，但是一直都没有用到，就全部是旧素材。我那时候一边做一边就想说，我的素材怎么那么少？对，原来那是小晴的声音，听了好几次都没有认出来。雨伞哦，雨伞那个我真的拍得很好，可是也是不知道用在哪里。我给你们听，我听一下好了。等一下，雨伞那个就是，哦，我记得雨伞那个影片啊，如果打开声音的话，就我把声音关掉了，就是你们那个声音就是，有人要去洗手间吗？那个是清北投站，对，去捷运的话可以见到很多外景这样子，在外面听到直接哭出来该怎么办？拍拍你。真的很好笑，很有 feel 对吧？我在想说我到底要一点发两点发吗？但是后来其实我后来又想一下，好像就算了，还是就不要今天发，然后还是忍不住，那我就发了。以后会多发影片的，大家期待一下吧，我会好好的做影片，做我想做的事情，还有 vlog 我会多拿一下手机，虽然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很看心情。而且我录了很多次，因为没有 feel。 对，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搜寻一下，就是那首歌有很多人 cover， 然后我觉得 cover 的就是特别是那种自弹自唱的，他们的声音超好听，原唱也很好听，就他们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我不太会，对，不太会，可以期待是吗？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个我很喜欢的，阿呀呼，的版本。但他只唱了一半。真的很好听。おはよう。朝だよ。朝っていうか、もう昼だけど。就是有一种沙沙的感觉，好喜欢哦，我很喜欢这种。有吗？大家有听到吗？大家有听到吗？你不觉得这版很棒吗？这一版很棒，可是我发现很多很多翻唱的都唱得很棒。真的有种错过另外一个，对，你们真的是不要错过我，走过不要错过。珍惜现在的我好吗？珍惜现在的我。还要不要唱一下？大家是不是只听到前面，然后后面都没有听过，后面也是蛮难过的。有人说听不懂日文，我的 IG 有发，然后我有上中文字幕，我自己翻译的。后面有听，后面很好听哎，重来。朝だよ。朝っていうか、もう昼だけど。在下歌詞。私も時間だから行くね。今までありがとう。
初からわかりきっていたはずだったのに、変わってしまうのなら終わりがあるなら初めから何もいらなかったのに、ごめんねが痛いから、さよならが辛いから、涙が湿めるから、下を向いて歩いていたのに、君が笑いかけるから、こんなに痛いなら知りたくなかったよ、優しさなんて。要不要直翻一下？什么？就是很难过的歌，很棒耶！那反正我后来就是两个礼拜前吧，发现了这首歌，突然发现，也没有突然发现，两个礼拜前发现了这首歌，然后我就中了一个毒，我就很爱听。有，其实我有，对，我真的是蛮爱的。好，谢谢大家的礼物，好有 feel。即使是感伤的歌，去看一下那个歌词的话，会觉得好难过。这样，对，欢迎唱懂吧，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Sam 的《带我走》，欢迎大家去听一下这首《十月》，忘却十月沉默的你吗？要去夜巡社区了，拜拜！谢谢 Alco 的掌声鼓励。这是什么头发？差点办。这就是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要不要听绿色？今天很适合唱歌，我今天要唱难过的歌。突然开始唱歌，说不痛苦那是假的，毕竟我的心也是肉做的，你离开时我心里的彩虹就变成灰，这是假的，爱过爱着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世界都是灰色，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失守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话你都说，爱我的事你不做，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你的悲伤难过我不参破，我也会把曾经的执着当施舍，不去计较你太多，从此你在我心里只剩绿色。一路哭到广播，说很快活那是假的，你的名字依然那么深刻，每个字都刺穿我的心脏，
那些明的痛是红色，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死守的寂寞当成了爱我的话你都说，爱我的事你不做，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你的悲伤难过我不参破，我也会把曾经的成果当施舍，不去计较你太多，从此你在我心里只剩绿色。谢谢礼物。悲伤的失恋歌台，我发现很适合念排行榜。那我们来念个排行榜，好像时间也差不多了。第十名是小易，谢谢小易。第九名是开心，谢谢开心。第八名是游戏 hero， 谢谢游戏 hero。 第七名是蛋挞，谢谢蛋挞。第六名是 CQMK， 谢谢 CQMK。 第五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四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三名是阿德，谢谢阿德。第二名是阿肯，多谢阿肯。第一名是信伟，谢谢信伟。要关了，对，差不多。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爱我的事你不做，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不残破，绿色，就是粉色的 unisex。谢谢小晴，我入教了，欢迎入教。谢谢大家。好，今天差不多了，要结束了。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小晴的直播。那下次的直播时间如果有更改的话，再发现动跟大家讲。大家辛苦了。嗯，其实有些话，我想一想。可是我觉得这样太跳痛了，突然讲。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小晴的直播，然后，哦，太近嘛，因为我手机好像没有广角的部分。然后听说很多人就是很多人夸我的奇迹，所以我很开心。对，今天有点欲言又止的感觉。对，我想一下要怎么讲。给我点时间，不能哭，我是没有要哭，以后再讲也是可以，好吧，有机会再讲。嗯，好啦，那今天就要到这边结束咯，想说就说。哼哼，对，我也觉得我会忘记，期待你们的 report， 然后我会继续加油的，对，好吧，下次有机会再说，不是什么大事，下礼拜，对，那我们就下次再说咯，今天大家也辛苦了，明天上班上。
可以可以，差不多。谢谢大家，然后会记得吗？反正就是谢谢大家愿意成长我跟支持我，然后希望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好。然后因为最近很多人跟我说，就是好像教徒行列有渐渐增大的感觉哦，对，我就很开心。然后但是我觉得再厉害一点，我会让自己变成更厉害的人的，所以大家请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加油。今年我的目标就是想做什么就要做出来，对，然后我们一起加油。扩大扩大，小星也会变成更变得更加闪亮闪亮。对，今天的突然感触。对，拜拜大家。我觉得奇迹，我会继续加油的。我下个月一定会让你们看到更加耀眼的我。对，拜拜，晚安。